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这个 slideshow 的照片也展现出了精彩和美丽的人生。 Do you agree? 好，各位，我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才开始看不到，这表示说我以前可以看得到，不过今天我已经看不到东西了，我也看不到大家了。在这30多年来，我相信你们猜到我的年龄了。这30多年来，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创创跌跌，寻找我的理想，寻找我的梦。很多酸甜苦辣我经历过了， But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要强调的就是 By living in the darks， 它不是世界末日。 By living in the darks， 它不是 hopeless。 生活在黑暗里，其实上Still can do something。 前提是 Never give up， Don't give up。 Later on， 我相信精彩的人生就是在眼前。如果我们凭着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重点， I'm sure 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精彩的人生的一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想知道 How you stand up， 你怎样站起来的， How you overcome， 克服你的困难， How you face your challenges， 怎样克服你的挑战。活在黑暗里，告诉你，的确是很挑战， But 它也有很多美丽和精彩的回忆啊。好，也许我在这里用一个很简单 But it's very significant 啊，我所经历的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好像在 slide show 所大家看到的几个重点。我记得在1991年，很多还没有出世啊。当我收到教育部所发出的大学录取公函，我觉得很高兴，当时的心情很激动啊，很兴奋，因为我终于努力了这样久，现在我得到了大学的学位，去马大修读我学士学位。也许对大家来讲，被大学录取算不了什么， But remember， 对一个看不到的人，它意义很重大。尤其是来自甘榜的贫穷的一个家庭又看不到的我，的确是它的意义很大很大。更何况1991年国立大学只有那8间，私立大专也只有大概10来间，每一个人都很向往挤进去本地的大学。所以我总觉得这一个小小的成就成果，小小的收获，赖于就好像大家所在 PowerPoint 里所看到的一些重点。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我能够拥有的今天，第一点 because of 我非常非常感谢感恩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戚，他们不曾放弃过我，他们不断地给我关怀鼓励，所以我可以站起来，我可以站起来。 Because of 他们的鼓励，
他们的 moral support， 我可以接受，我终于接受了 that I am the blind， 我是看不到的一个年轻人。照算很多社会的人身边的，有时候社会不同的眼光，或者是给我不同样的好还是不好听的标签， I don't mind, I don't care, I take it, because 我已经接受 that I am the blind, I have no problem. Now, 因为我接受了我自己，所以在黑暗中我来得更坚强， I have more confidence， 所以我勇敢地走出第一步。第一步去哪里？走出社会，我敢于走出去面对邻居亲戚朋友。然后1983年回到特殊学校上学，之前我停学了3年多，没有上课，待在家里。过后 because of 刚才我说勇敢走出来第一步 the following 第二步，所以我继续到中学考我的 SRP， 当年是 SRP 哦，没有所谓的 PMR。所以我成功克服困难，考上我的 SPM STPM， 甚至刚才我所提到的1991年得到马大的录取，完成我的在1995年完成我的学士学位。过后我在不断的往前走，照算多黑暗多困难多艰难，我还是挺着继续向前走。我总相信每一个人必须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啊，学无止境，同意吗？Add value to yourself. Therefore, 我继续念我的硕士。所以在2005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That is what I mean. 每一个人必须要勇敢走出第一步。Then, the following step will be very easy for you. 好。在走出来寻找我的理想梦想，肯定的告诉你，失明的人士会面对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困难和挑战，难以形容。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勇敢面对它，勇敢解决它，掌控它，不要让困难打倒我们。要记得，不要让困难打倒我们。My advice is, try first, don't easily give up. 我记得，在我申请国民大学念硕士，高层告诉我，王，我们大学不录取你 because you are the blind. We have no experience to handle the blind. 因为我的兼职，因为我相信这一间大学最后他
还是会录取我。That's why I keep on talk to the management. 我去找高层，跟他们 make appointment. 我解释给他们听，我不会让你麻烦，我自己 handle 我的学业，直到我完成我的学业。过后他说 Is it true? 我讲 Yes. 好，他说 OK, 我让你进来。所以 My advice is whenever 我们面对困难、挫折、失败都好，站起来面对他，掌控他。 Then try I'm sure one day you may able to do it.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成功了，当我们有了一点点的小成就，有一点点的收获，看到了一点点的成果，不要忘记啊，之前别人所为你付出的，要牢牢记得。 That's why 到今天我还是顶着我的立场 Do something for the community, Do something 回归于社会。要记得，起自社会，来自社会。 That is my philosophy. That is my philosophy. 所以我是说，不管你我 whether 活在黑暗中，或者是光明的世界里， You have a chance, I also have a chance, but we do it differently. 你走 highway, but I'm not using the highway, I'm using long way. 这是我能够形容 how 一个失明的人是如何在黑暗中寻找他的理想和梦想。好，我相信我的分享要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的华语的掌握能力有限，我只念到华小四年级罢了，请多多包涵。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黑暗里看到美丽和精彩的人生，谢谢。